棒大联盟，来看世界的大谷翔平日前宣布了结婚的消息，而今天欧塔尼好像是开了外挂一样，在对上洛基的比赛前三局，局局都有轮到他打击，而且他也很干脆，直接敲出了三支安打，还爆发了一发直击了全垒打墙的三垒安打，演出三安猛打赏，总计三场的热身赛七打数敲出五支安打。先前公布结婚消息的大谷翔平心中最大的秘密不用再挂心了，没有挂碍的Ohtani桑有多可怕，看他在热身赛打洛基就知道了。 And Ohtani rips it into right, a base hit. Mookie is gonna hit the brakes around second and stop there.面对这个曲球，虽然重心被破坏，但大谷伸手一捞，安打就出现了。道奇接下来安打一支接着一支，首局灌进三分。到二局下半，再次轮到大谷上场，这一棒简直是要把球给打破。This ball is hit well to center, and this ball is off the top of the wall. Mookie's gonna cruise home. Shohei around second on his way to third.And he's going to be in with a triple. Ohtani桑咬住了球星，小白球像子弹般飞出去，直接打在中外野墙上的最上缘铁网上，差一点就开轰了。但大谷靠着快腿轻松上到了三垒，也送垒上的 Mookie Betts 回来得分。到了三局下半，大谷第三度登场，手感正好，他挡都挡不住。Into right field, a base hit. He's three for three.只打三局，打了三次全部 hit 到，单场三支三带有两分打点，三场热身赛七个打数五支安打，打击率高达7.14%，表现得这么好，当然奖励一下。大谷跟 Freeman 提前收拾书包，打卡下班，提早休息。华视新闻陈义伟、杨志富报道。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